好，歡迎收聽今日我同阿無雙啊，我係主持 M， 有馬二啦，同埋有人師兼嘅，係啦，今日有個嘉賓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咧就少咗兩個主持，係啊，咁所以呢個叫做咩啊？殘兵，殘陣啦，唔係殘兵嗰點啊？五殘定七殘啊？咩老殘啊嘛？七殘之首啊，大家可以揾下有個廣漫一幅圖啊咁樣嘅，咁今日要講嘅咧就係呢個書仙咯，鬼跟帖啊，係啦，即係取星啦，簡單啲講。系啦，咁呢个系一个讲专集啦。咁呢套作品就大家一开始其实最留意都系，哇，又有虚渊啊！系啊，虚渊而家翻嚟好正常啲，我觉得。咁因为其实比较奇怪，或者可能话近年会常见咧，因为大家都了解就系虚渊源呢个喺个本家不嬲都系活跃于喺呢个耶鲁 game 界。唔系，可以咁讲，佢一向写啲剧本都叫好，不叫座，但因为。魔法少女之后爆红咗啦，咁有啲人觉得佢，我觉得就唔止马多卡嘅，即系唔止小圆嘢。你应该我严格嚟讲，应该系计非斯路嗰个文库，即系小说版，佢应该大概系09年。唔系，即系话佢动画界入面，佢接手动画编剧嚟讲，咁佢做得好，咁呢啲人见到佢真系赚到钱啦，咁咪可以洗一下名单佢咯，俾佢做多啲 job 咯，又系，即系类似咩意思会？咁所以就。計呢個飛絲和啦，小圓啦，咁呢套跟住就取星又係虛淵源啦。咁當然啦，虛淵嘅傳統咁梗係黑暗嘅嘢啊，呢啲嘢你一定會有㗎啦。唔係啊，你錯啦，你誤會曬啦。其實虛淵好 nice 嘅，呢個光明嘅嘢嚟嘅。我知戰士啊嘛。係咯，佢教啲小朋友啊，幾偉大啊，真係。必定寫一個人嘅光明。咁啊，除此以外啦，咁但係另外一個看點啦，就我個人而言啦，唔知對各位係咪啦？人物原案名字，見到名字點解嘅？點啊？有八個天啊，想講嗰啲。係啦，梗係講下啦。因為啊，佢係一位活躍啦，亦都係叫好又叫座啦嘅成年向嘅漫畫嘅漫畫家啦。咁啊，活躍於喺呢個漫畫月刊嘅 comic 快樂天啦。咁啊，年資都有十年㗎啦，咁啊非常之成日都會見到佢係作為一個封面嘅插繪嘅作繪嘅人嘅，亦都會有好長期穩定嘅連載，咁亦都係好受歡迎嘅。咁如果大家會見到近年嚟有啲 figure 公司嘅，譬如 Archie 嗰邊呢，就比較傾向於做返一啲成年向漫畫嘅一啲人物入面嘅 figure。咁啊，明子嘅 figure 都不乏嘅其中嘅，亦都係一啲比較早期就開始 figure 化嘅漫畫有關嘅作品啦，即係譬如本人自己都有一隻啦，嗰隻少女 S 啦，大家可以自己查翻嘅，咁係絕對係靚嘢嚟嘅，好多都係咁大家可能一取星呢度都見到佢一啲畫風上嘅一啲不足啦，咁啊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睇翻佢其他漫畫㗎。班底我覺得最主要都是這兩個人嘅啫，當然啦，就係公司 production IG 都正常嘅表現啦，即係佢嘅 style 嘅嘢嚟。算呢間公司算有錢，你記得做呢套嘢都冇話出現咩資金不足嘅情況嘅，算好啦，係咯。係啊，咁其實老過去嚟講 production IG 做嘅其實都好多依類嘅嘢，咁之前嘅 Cycle Pass 啊、東芝 Eden 啊，咁都係依間公司嘅出品嘅，咁多咗套取星好合理。系啦，咁但系呢套嘢有咩咁好睇啊，或者系咩咧？你讲故事先，不如我哋故事好啊，你讲啊。嗱，咁其实简单故事其实几老套下嘅，就讲好合理啊。Mark Core 嘅剧情就系人类外遇就流落揾个新嘅地，类似新嘅地方住，但揾唔到。而同一时间其实有一种外星生物，类似一堆触手章鱼嘅会终极人类嘅就。而阿莱德咧，即系我哋主角啦，就会其实系其中一支部队负责成班人涌过去咧，做一个自杀式攻击，唔算得。唔系自杀式攻击系嘛？算啦，就系本身系对抗呢、這个全军总攻嚟，全军总攻打呢个章鱼星人啦，类似啦就。Serious 啊嘛，系，但其实呢个行动系失败咗嘅，导致全军仲话死咗100,000人嘅，系类似系。冇死100,000人啦、啊，100,000有10亿噶咯喎。冇嚟啦，虚妖好似话手人咧，点会嚟咁多？总之又死咗，佢又死乱中嚟嘅，佢就走啦就。就要呢個時候佢嘅上位幫佢翻個藍洞，但翻唔切，跌咗蟲洞之後，唔知佢甩咗喺地球度就變咗。佢個上位咯，佢中座嚟嘅好似係。中座，我記得。你唔好屈啦，真係。突然間降級兩歸，你當個馬莎。冇理由知係上頭啦，所以係咁去咗地球之後，發覺咧
地球原來就不同他思想說原來地球有生命的，就是有班人就住在、好像類似未來水世界的地方，他們在一船叫加爾岡提亞上面的，就跟他們這班人因為回不到去，就唯有暫時發出 SOS 信號，不是回不到去、Chamber 呢，即是他那個機械人的 AI 呢，就是、回不到去，說回到，但是回去那個光年的時間要用的時間呢，這裡應該死了，他真的回不到了，是的，是的，所以總之又回不到的情況之後，發覺就唯有留在這個船上生活，即是跟這間地球人同化一起生活，學習他們的文化，就要是這樣的劇情類似這樣、開頭去。我其實我一直都不明白呢、就是為什麼雷德呢，咁佢返唔到去嘛，就唔將自己改變成呢個 Hideous， 咁然後就返去啦。佢點樣改變變到 Hideous？ 呢個喉太跳躍啦，呢個講咩？呢個喉冇咁快，佢冇咁快知，因為佢竟然知咗意啊，係都唔得嘅。太跳躍啦，呢個講法唔得唔得。咁其實佢早期嘅古仔呢都係一啲點講日常返嘅比較，即係佢都係講返個船團嘅世界觀，例如話介紹船團啦，而家呢個地球嘅生活方式啦，同埋萊德佢本身在軍營嘅價值觀點樣去看待呢一班地球原居民啦，即係殘留民佢哋嘅生活習慣，同埋對比翻自己價值觀嘅。因為始終兩個文明啦，都有一段幾大嘅落差，因為萊德佢受嗰種教育咧，就係、一個可以話動亂啦，或者戰亂時期啦。所以佢哋嗰種就係佢，亦都佢作為一個軍人咧，佢係咁樣被培訓出嚟嘅。咁佢對於佢亦基於佢哋嗰邊啦，佢哋人類銀河同盟係嘛，定銀河同盟啦，佢哋嗰邊係冇錢嘅概念嘅，因為佢哋軍人係配給嘅，咁所以錢對佢嚟講係一個新嘅 concept 啦。咁做嘢嚟講，咁佢除咗打仗之外，佢又冇乜特別技能喎。咁亦都會從咗話一啲聽嗰個 AI 即係Chamber 喺度講啦。咁啊效率問題啊，咁會有呢啲嘢。咁佢亦都因為語言不通啦，咁所以一開始早期嗰陣咧就陷於個幾尷尬嘅環境嘅。唔係，或者咁講，佢係早期佢會係主要係，因為佢諗住係暫時落難啫，佢冇諗住翻唔到去嘅。佢會繼續諗住啊，我住一住先，跟住會諗下點樣翻去原本星球，即係揾到 SOS 聯絡啦就。跟住佢冇諗住長住，所以佢同啲人咧有隔膜係正常，佢冇諗住融入去，但後屘。之後知道翻唔到去啦，即係太耐啦，佢冇可能翻到去咧，佢會先開始考慮點樣融入翻只船嗰度，先開始學習翻同接受佢哋嘅文明文化，即係互相感染交叉會係。咁然後，但係呢套嘢個日常翻咧，去到後即係較後段，即係第五、第六集到啦，咁然後佢哋就開始喺度學話啊，我哋要學習點樣去勞動啊，點樣去揾翻啲錢啊，然後去先慢慢可以熟習翻呢啲完全喺佢個世界入邊冇嘅概念。咁然後其實你見到雷德喺嗰段時間係會有好多揾緊意義嘅一啲場面，例如坐喺度唔知做咩，喺度燒緊佢嗰個圖笛啊，諸如此類嗰啲咁嘅情況出現啦。咁然後其實我諗佢尋找生存意義呢個情況嘅，不其實喺成套入邊不斷咁樣出現，就算無論前中後段都有發生。其實佢入面都有一啲對白係講咗一啲有關嘅嘢嘅，即係譬如話嗰個技工啦，Pirion啦，有問佢：嗱，一個人你連自己嘅慾望都唔知道，叫人點信你啊？即係調翻轉，即係佢問阿萊呢度啊，即係頭先阿司機咁啫，佢講嗰個相近嘅習俗嗰度，佢又都有講，即係佢哋喺個即係收咗工資之後，佢哋飲宴啊、食嘢嗰啲嘢啊嘛。因為好多時候人做嘢。一定有一個目的嘅，你唔會 for nothing 咁去做嘅，即係動畫入邊嗰啲扯柴接嗰啲我唔計啊，或者廢青啊、隱青嗰啲我唔計啊，嚇。咁正常嚟講，你每做任何一樣嘢，你有個原因，你有個目的，你有個必要性，一定會有呢類型嘅嘢，你唔會完全冇。咁同樣道理，作為一個群體社會，你身邊嘅人亦都會睇到你點解要做嘢，即係譬如點解大家要翻工咧？咁我要開飯噶嘛，要出糧噶嘛。點解大家要考好個試啊？考好個試，我要入大學。咁啊，跟住即係每樣嘢會有個原因。同樣道理，你再去縮翻去一個細啲嘅位，譬如話你做嘢，你嗰個 department
咁調翻轉，點解你要去爭上位啊、爭結果咧？咁樣你想去升職啊嘛？咁樣咁人哋會了解到。但如果你做嘅一啲付出嘅一啲 effort、一啲努力，人哋係睇唔到究竟你想得到啲咩，甚至連你自己都唔知嘅，你純粹係唔知做乜嘢，咁就係一個好有趣嘅情況。其實同類型嘅人咧，喺虛冤嘅作品係有出現過嘅，就係啱啱之前完咗。Phase Zero 入面，如果大家記得第一集咧，即係佢草長成兩一個鐘嗰集咧，就有講過就係話，阿老爹啦，啊、即係 Kiris 啦，佢走去查各個聖杯嗰啲 Master 啲資料啊嘛，佢查到阿麻婆豆腐阿嚴禮嗰陣，發覺依個人佢練啲嘢練完。跟住佢又唔繼續練，又去練其他嘢。佢揾唔到佢究竟學呢啲嘢原因，亦都唔知佢做事原因。他未曾明白何為人生的意義、人生的真題。咁於是咧就覺得呢個人一定有啲問題，因為佢見唔到佢行事有任何嘅一套套路、原因同埋目的，純粹就係、是、飛燒爐嗰個例子就係啦，阿麻婆豆腐阿賢咧就係話，佢根本佢就係覺得人哋覺得佢就係、是。佢純粹係逼自己喺條絕路度，喺個刻苦過程度生存。咁即係佢係一種好過程向嘅人嚟，係啦。咁同樣道理，依、這個類似嘅投射咧，又去翻來得到。當然啦，佢兩樣嘢唔同啦。佢依個直情佢係冇概念，佢就唔係人哋摸唔通佢。咁所以阿 Peter 就講咗一句就話：如果你連慾自己慾望都搞唔清楚㗎啦，人哋係好難信你，因為根本摸唔清楚你係一個點樣嘅人。咁其實就算佢日常翻嘅一啲講緊呢個船團過程啊，大家生活方式啊，點樣發電，同樣嚟一大堆咁嘅嘢啊，個過程入面都有透露翻呢啲虛冤常用或者話過去用過嘅一啲元素。同埋佢慾望咧、其實係有講兩個方面嘅。除咗頭先阿任講過食八爪魚嗰幕之外咧，其實喺燒烤嗰一集咧，成集其實就係講緊佢點樣去運用一個。即係佢點樣去幫人走走趯趯去揾豉油，然後就俾人怒嘴完一輪之後，就翻返去嗰度繼續燒肉食嘅。其實呢幕咧都講出咗佢講緊一種私人目的之外，就係話喺個社會入面，喺你做嘢做某種嘢過程中，亦都同時可以有一種社會目的喺度。但係就唔好少會出現嘅，或者如果當你如果做一個人做嘢冇目的嘅時候，除咗你對自己交代唔到之外，對於同人哋生活嘅同時都唔會，即係人哋唔會了解到你嚇、你其實你想做啲乜嘢啊咁樣。換句話嚟講，係個人同群體嘅關係。咁其實佢依兩集其實你可能當佢冇講嘅，但係佢有帶出嚟。因為其實個設定上，佢係一個軍人。軍人佢戰鬥係一個獨立單位，但係亦都係一個獨戰鬥嘅團隊入面嘅一個單位，係啦。咁佢作為個人，佢有佢本身機體嘅啲攻擊啊，任何一啲嘢。但係佢作為一個軍團入面嘅一員，佢都有佢對於一個群體嘅責任。老土嗰句啦，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咁樣。呢、這個層底式嘅嘅個人關係啊、群體關係個隸屬個層，哇，會出現。咁所以就依兩嘅概念啦，咁會涉獵翻喺呢度。同埋呢一方面，其實我覺得咧，佢係因為佢始終係從軍嘅，佢需要啲咩咧？其實同埋佢你見到啊，佢係開頭佢嗰段，呢場作戰之後咧，佢翻到去唔知咩地方，可以維持有幾天嘅居民權啦，有啲乜權利啦，都講好多嘢嘅。即係佢見到阿羅德係嗰塊面咧冇咩表情嘅，因為佢對呢係完全唔知，佢係冇咩人就佢知道。我打仗之後就負責嚟嘅，我醒翻打仗，跟住都面嘅就繼續係咁噶啦。即係佢人生係咁樣，佢冇佢都未睇過咩叫人生。其實佢係唔係換句話嚟講，你嗰個講法就係、是、佢正如嗱，佢後面最尾嗰集啦，佢有講過啊嘛，佢知點樣死啊嘛，但係佢唔知點樣生存啊。係佢係一種活喺機械式嘅一個作為一個群體入面作為一個齒輪，佢又發揮緊作用，佢知點樣做。但你問佢單單一個齒輪佢係乜嘢，或者除此以外佢仲可以係乜嘢？佢冇呢個概念，所以佢一由一個戰場上轉移到一個冇戰爭嘅環境入面，佢理解唔到佢可以做嘅嘢，亦都理解唔到依班人而家做緊嘅嘢，因為佢係兩個完全唔同嘅一個社會嘅地緣嚟嘅，係啊，咁所以就完全抽離
代入唔到入邊呢套制度究竟係點樣咧？於是佢喺早期嗰個集數，你會見到佢不斷去揾唔同嘅人去問，即係去揾個醫生去問啊，去揾阿 Amy 嗰個妹啊，嗰、那個成日瞓喺牀嗰個僆仔啊問啊呢啲咁嘅嘢，佢、會想知道究竟點解會咁啊，發生咗咩事啊？好合理啊！即係佢平時有咩唔明咪問阿前伯咯，即係佢做軍人有咩唔明咪問阿頭咯，問隔離老細、隔離老細咯，即係好正常嘅事，因為佢呢佢即係佢冇一個自我意識。佢係一種 sit for order。即是他打就做要指令，你沒有指令那我就代名，是啦，他是一種尋求指令的人，他沒有一種自我思想和判斷，你同樣道理，作為一個軍人是你是不需要判斷的，等於作為一把槍你是不需要扭計的，古惑的槍你不要射回你軍人就可以了你不要做古惑的槍就可以了，所以佢哋，你會見到其實佢哋一啲片段畫面入，你見到佢過往，或者佢過往透露啲，譬如銀河同盟入邊呢啲病弱嘅細路仔咧，係唔需要嘅，冇戰鬥能力嘅人係會自然被淘汰嘅，係啊，即係佢會覺得呢啲人被培育作為係一個戰鬥單位，而點解作為一個戰鬥單位呢？因為機械人需要一個駕駛員。是啦，佢唔可以用全 AI 嘅嘢去做呢個戰鬥單位，係啦，所以有呢種咁嘅效果，佢哋係培訓出嚟作為一個元件嚟嘅啫，係啦，咁所以某程度上佢係你可以話咧，佢欠缺一種正常有嘅社會概念啦，亦都可以話一開始我講嘅就話佢係一種戰爭狀態下生活同埋長大啦嘅環境下出現嘅人。系啦，咁所以有呢個落差啊。咁但系啦，咁其他人，即系譬如话，大家覺得女主角有咩好講？跳舞咯。你要定義邊個女主角？Amy 咯。唔係 Chamber 咩？同佢相宿相妻共度咗咁多年嘅生活，一齊瞓覺，一齊食宿，你竟然話佢唔係女主角？起碼瞓咗半年。係咯，真係啊。咁啊，係啊，嗰半年嘅大家會喺 OAD 睇翻嘅，即係佢 Blu-ray 嘅特點會有講翻嘅，即係啊 Ladle 同埋 Chamber 喺度瞓緊半年嗰陣咧，呢個世界發生緊啲咩事咧？佢嘅大佬咧，嗰、那個咁嘅變態中尉咧，咁嘅中佐咧，做緊啲乜嘢咧？同埋變態部機變態啫，冇咁講。但啦，嚇咁啊都會有。部機炸乾咗佢，簡單。啊，果然係官配啊！炸乾到連個頭都甩埋啊嘛，邊個頭又唔講啦？咁啊，其實你話翻女角嗰個定位嘅就幾唔明顯嘅。唔係，佢算好，即係你睇翻啲對比跟之前嘅作品，我唔計嘅《Cycle Pass》入面啦，因為本身女主角做啦，其他作品入面所謂嘅女主角咧，其實都冇咩特別大氣氛，虛入面啦，我只係。但呢套但其實好尷尬嘅，你諗一樣嘢，佢作為一個寫狗嘅出身啦，你可以當或者成名嘅人。佢寫女角冇乜特別嘅話，係好奇怪嘅嘢嚟。唔係佢好多作品都係如果你呢個講法嚟話，咁呢個係事實喎。你覺得係咩？你可能演啲作品，佢都係類似嘅情況，都係女主冇乜特別明顯。佢即係集中喺男人同男人同男人之間關係上面嘅都係。我冇得否認，係咪先？佢想到虛冤有寫女角嘅已經係 Phantom 嗰套。今日個主角係女，係啦，因為個主角是女，所以話佢今次阿 Amy 佢咁多算已算多氣氛多存在感已經係。因為佢過往嘅作品大部分可以用男性視點出現嘅，或者男性為主軸嘅嘢咧，咁佢都係以嗰個為主軸嘅轉動嘅。即係譬如話你話《飛絲路》又好，你話《Psycho Pass》有少少尷尬，你話《常守珠》又得。你話扣子又得，兩個咁啊兩個都算，因為佢幾個概念嘅對撞你可以話。咁但你話佢個舊啲話《沙耶之歌》，佢都係以翻個男主角為主，所以其實佢你話佢唔係唔擅長去寫女角，係佢唔會多寫個女角。咁造成就係話個女角係附身喺個故事入面，佢係佢透過個男性角色去描繪。佢所講嗰個世界嘅故仔同殘酷啦，咁但係個女角係附身喺入面，因為佢係花樽咩？佢唔係，佢有啲嘢會帶到出嚟嘅，亦都係有啲需要性，即係當然啦，生死男女啊嘛，呢啲咁嘅作品入面，咁其實某程度上佢只係一個好作為女嘅要素入面，佢發揮到出嚟咯，但係好突出嘅表現啊，或者係咩咧，
好多時候係冇嘅。咁如果你話佢過往作品入面咧，點解啲女角會有突出表現呢？因為啲女角奇奇怪怪唔係人嚟噶嘛，咁梗係突出啦。你話朱姐啊？嚇，咪朱姐唔計啊，朱姐都可以係嘅。佢個社會上係特奇奇怪怪嚟噶嘛，異類嚟噶嘛。係佢其他過往作品女主角嘅特點咪都會係根本就係奇奇怪怪咯。我覺得你冇得講嘢呢樣嘢㗎你。我覺得好似Amy 呢種咧，呢種女角咧，其實你可以對比翻男主角嘅處境咧，女主角純粹係個男主角嘅情感支撐，或者要將佢從某啲殘酷嘅位入邊拉翻出嚟嘅嗰個人，佢好多時候都係扮演緊呢種角色咯。咁咪話生死男女女咯，會唔會咯？係啊。咁其實同樣道理，你呢個講法絕對係啱啊！即係等於沙耶之歌成個古仔就係講話。啊！男主角好痛苦啊！啊，我真系死啊！仲決定啊？點？跟住有個女仔點解有條女嘅咁咧？嚇！成件事係咁噶。咁你飛絲湖亦都係一樣啊！飛絲湖又係啊，我唯一嘅救贖咧就係世界和平啦，同埋我老婆仔女啦咁樣嚇。咁係咁喎，咁亦佢不嬲過往嘅做法亦都係咁樣。合理啊！始終個男人一突然間會轉態咧，一個女人誒解釋曬好圓滿嘅解釋曬，好方便嘅呢個係萬能嘅設定係一個。女角其實方面嘅調翻轉，可能有啲用嘅就會係第二代嘅船長啫。如果你人物關係上佢唔係咁重要，但係如果劇情上佢比較重要啲嘅，因為始終佢官佢喺嗰個船前嘅地位佢比較高，佢真係可以實際牽涉啲主線入面。你叫 Amy 佢對於其實打仗佢其實冇乜幫手嘅，但係始終係佢佢係反映到嗰個領導層嗰邊係做緊乜嘢咯。因為其實如果大家睇翻佢嗰個定位咧，佢揀嗰幾個人物角色，佢會有最高層嘅，即係最初嘅船團長啦，跟住二代目嘅嗰個女船長啦，女船長啦，咁跟住第一個抉擇階層啦，佢打下落去嘅人出嘅 Pillion 啦，咁你可以話維修嗰邊啦，打鬧嗰邊嘅嚇嗰個女仔啦，理工啊醫生啦，醫生啦，醫生某程度上都算係高級人嚟嘅，不過佢。唔係太出現出樣咁解啫，佢會有個船船最高指揮嘅人，有做去搜尋嘅人，出外嘅人啦，亦都會有做去維修嘅人嘅，即係管理運作入面嘅嘢，佢嘅元素嘅人物係有入面，但係日常入面嘅住民嘅元素咧，其實係欠嘅，所以就女主角嗰個定位就某程度上咧就係去補翻呢樣嘢，所以你見到佢做嘅嘢就係咩？佢派信。派信佢就係會接觸到唔同嘅人啊，亦都會其他依類型咁嘅嘢，係啊，咁佢帶翻嗰個船團之間嗰個入面嗰個面貌係點樣？佢會主要係做依樣嘢，都係會係俾阿萊德唔同類型嘅依啲平庸嘅意見啦，即係或者個普通人嘅諗法啦，係會係一種咁嘅角色喺度咯。咁當然啦，你可以話依種係一種救贖，咁我唔可以否認。咁但係。就係喺個故事主線嚟講，佢除咗係作為女主角之外，就係作為女主角咯。咪冇計，因為始終嗱，高級嗰啲唔會同你帶路啊，講下風土民情啊嘛，一定揾個普通人。但普通人嘅話，打仗佢唔會牽涉佢噶嘛，佢咪軍人嚟噶嘛，咁咪搞到咁有少少兩難共會啫，就係。咁但係嗱，當然啦，這個故事當然唔係止於喺呢個快樂嘅日常生活嗰度噶啦。啊！都話落前面快樂天咁開心啊啦，後邊一樣乜嘢我覺得仲有多樣嘢。後面有失落片。失落天都是另外一本嘢，即係唔好搞笑啊！你條友，你明知定係乜㗎？我覺得另外一樣嘢要提嘅，亦都有早期嘅咧，就係話嗰個大海道龍蝦女海道。開頭第一層，唔係第二層先鬥係。係啦，佢嗰個出場其實反映了另外一樣嘢嘅，就係話佢而家依個時代係唔主張殺人嘅。唔係佢呢一方面仲有機械人，但佢宣示下而家呢個世界嘅科技水平有咩地步去到？唔係佢宣示科技水平呢個期啊，但係佢要帶俾你嗰、那個，因為你知開冤不嬲佢寫嘅嘢咧，佢唔係即係個主族唔係去同你講話呢個未來世界啊，呢、這個點，佢唔係同你講呢啲噶嘛，佢係同你講一啲好似好社會或者好似好人性嘅嘢啦嚇咁樣噶嘛，咁所以其實佢就講啊，我哋係不殺魔王嚟噶。我大家鬥開炮鬥空嘅咋，係唔會開炮打對家㗎咁樣，咁你咁樣係唔得㗎，咁佢又會講到呢樣嘢，咁其實會同個主角有個幾大嘅落差，因為佢嗰個概念，大家可以諗翻又話，
佢宇宙嗰個概念咧，就係話兩大陣營，人類與非人類啦、啊，章魚啦、啊。咁兩個喺度打，咁而且佢亦都講到就係話，依個係一個生死鬥嚟嘅，佢爭存緊呢個宇宙之間嘅生存空間。咁啊，好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嘅兩個陣營咁樣啊，或者係冷戰時期咁樣，即係兩種意識嘅對抗，係一種絕對二元化對立嚟嘅。對於佢哋嚟講，係啦，亦都某程度而言咧，佢哋亦都唔會互相有承認有共存嘅基礎依樣嘢出現嘅。咁所以你要見到喺呢度見到任何嘅，啊 Helios 一定要殺曬佢。系啦，会有样咁嘅概念喺度，但系换翻转头去翻到而家呢一个地球，佢去到嗰个船团嗰度，佢哋点解要斗空呢？佢哋都系喺呢一个海面上面生存紧嘅人类，系啦，同种嘅，系啦，大家同一个物种，佢哋系咪争夺紧生存权呢？在資源上可能是，但是在他們物種上，他們沒有一種競爭的必然性，他們只有人類社會內部的一種物競牽制在裡面，是啦，咁所以他當中呢，他沒有牽涉到一定要絕對地殺傷對方的一些人命的東西的元素，其實是沒有的。唔係，或者咁講，嗱，羅德以前佢個即係出來咁講啦，生存戰爭啦，即係唔係你死我亡啦。生存戰爭係另外啲嘢嚟嘅。佢講係啦，即係所以一定要殺人，即係尤其打仗上面唔係你死我亡，咁要殺人好正常嘅。即係咁，羅德將翻呢個概念套翻喺佢所謂美好地球第一場戰爭啦，即係殺海盜啦，係算係合情合理。但地球呢邊一方面其實佢哋冇呢個迫切需要啦，其次就係佢哋有個信念，即係用呢個信念其實係作為一個。同埋來得佢哋反比嘅就係，因為始終我哋地球當你依家嚟講，戰爭同人同種都要殺人嘅都係，但佢哋呢個星球，即係佢呢個背景之下，佢哋係唔會殺人嘅就。佢如果你咁樣先突出翻啊，來得佢嘅價值觀同埋地球嘅價值觀係唔同。嗰啲係價值觀方面嘅問題啦，係。但係我會咁樣諗，佢啱啱去到地球嗰陣時咧，佢殺人嗰個程度嘅關係，因為。佢去到嗰度咧，第一佢捉咗教育監視啊上面嘅其中一隊人，然後捉咗喺嗰度啦。咁然後其實 Amy 叫佢去救佢哋嘅，但問題就係嗰下其實佢冇講到點樣救，即係你平時講救人嗰個意思就係、是要將佢拉翻過嚟，咁樣叫救人啦。但問題佢講嘅救人就只有一個概念咧，就係、是、即係一個好軍人嘅傳統就係、是。我要救人，我要先殺，因為對方是敵人，我先殺了敵人再救人過來的那種救人。我想他整個不單單只是說敵人和不敵人的關係，是連這些救人和人之間的思考其實都是回到他軍人的身份上面。 在一開頭的時候，其實 你會見到他就算連想法都是很硬邦邦，即是跟九一監視很不同的。講完呢啲比較早期啲嘅嘢啊，咁啊跟住啦，我哋而家要講嘅就係一啲比較後期啊，開始講嗰、那個係揭咗幕之後嘅嘢，終於揭中啦，就係 Helios 究竟係咩嚟嘅咧？咁啊有馬講啦，唔係，其實好多機人翻嘅設定都係，又係機人翻老土度爆嘅。所謂嘅外星人打嘴炮，原來都係地球人嚟嘅。咁就算你講金骨銀河機動隊都係咁啦，再老土啲嘅，就算係宇宙戰艦古之後都係咁嘅情況，即係敵人永遠都係。同文同都是人類，即係原本大家都係咁樣嘅，就係、是。仲有未出街嗰集 A G 啊？係喎，係咯，呢機械花好常見嘅情況嚟㗎，因為點解好多人有咁驚奇咧？因為其實前面翠星咧，啲人唔當機械花，啲人俾化學天壓曬嘅，呢係好和平嘅花咁。黃嘅呢個本質喺度機械花嚟嘅，所以話超機械花做過曬多啲嘢。好，繼續講落去啦。咁即係所謂嘅章魚，其實就係本來都係人類。咁佢哋嗱咁講，人類去外太空，如果大家就睇《夢想科》都知㗎啦。兩種方法，你一講佢啦，一種直接變到怪物飛上去搞掂，呢個最快方法。一種就係、是，我哋一個好完善、好高科技太空衣，即係爆掉科技保護咗你先，然後先上馬上去嘅就，即係兩種方法，即係類似簡單，即係人類想進化，進化係兩種，一種係物種嘅進化，一種就係科技嘅進化，佢想揀下邊條路。咁佢哋啊，即係來得佢哋所在人類祖先就係依靠咗科技進化，即係佢哋發展佢肉體嘅發達，係發展佢科技嘅文明，去支撐佢上宇宙嘅條件。但一批人就佢哋想直接好似大民眾可能咁直接改變啲肉體適應呢個宇宙，而唔係追求一啲科技空間，定止補充翻宇宙嘅，就係即係兩種唔同嘅發展路向。咁原本冇問題嘅研究嘅，但問題研究之下兩個發生分歧，俾到敵人啊，就係
就是而家到後嚟，而家來得所嘅兩個種族大戰嗰種。其實我覺得咧，呢段呢段劇情咧，有個好關鍵嘅問題，其實係要我哋諗嘅，就係、是、究竟兩種唔同嘅進化路線係咪必然會有，即係到最後係會令到兩批人打起上嚟咧？定係其實佢打只係一個藉口，佢只係要揾個藉口打嘅啫，而嗰個藉口係乜嘢都 OK 嘅。你剛才你的講法就是說他二元他變成兩批人跟住就要打啦。如果你從一個進化學的角度去講呢，即是一個 evolution history 的角度去講，是一個必然關係的。因為你所有東西，即是現存的東西啦，我就算你追溯到的細菌 origin of life 那些東西來的，即是你不要計恐龍那些，我講更早的東西。咁、那個問題就係、是，而家嘅蜻蜓會唔會係會俾螳螂食呢？啊，會唔會乜嘢呢？即係嗱，當然啦，佢每樣嘢會喺進化嗰條路度有個分叉，本身係同一樣嘢嚟嘅，咁變咗兩樣嘅嘢，咁跟住就會成，跟住慢慢再可能會有對立。咁當然啦，唔同嘅品種之間必然存在競爭，特別係佢哋係越近嘅嘢，因為佢哋嘅需要嗰、那個 niche 係一樣嘅，即係譬如話。我是爭奪緊同一類嘅資源，咁當然咧，佢入邊冇好明確咁講啊，而且另外一個角度而言，人類繼續都係人類，即係銀河同盟嗰班人，另外一班變咗章魚，咁佢哋可能要嘅嘢喺某層面上，係咪先？其實有問題嘅嗱，我講，因為佢故事講到，即係人類佢哋好似 Mark Coy 咁流浪咗宇宙幾千年、幾萬年啦，係揾唔到一個可以俾佢哋居住，即係揾到可以取代地球嘅地方俾佢居住。但因為佢哋係科技，佢哋唔係，佢哋只係割咗一個嚟接文星嘅地方俾佢住嘅咧，就唔係即係完善嘅地球嚟嘅。但係即係如果班人咧，佢哋係自己改變咗自己身體習慣，可以喺宇宙自由生存嘅就係、是、理論上兩批人係冇任何直接資源嘅爭奪嘅就係、是，即係話人類佢哋本身打唔過佢啊，又唔會食啲章魚肉噶嘛。但章魚都唔需要殺人類，因為佢哋唔係食人嘅就係、是。其實兩個冇一個直接物種嘅進化，應該話講。O K。睇翻段片，因為佢哋攞段片臨尾打海底有段片出嚟嘅。是人類方首先覺得就將如果班是怪物打他們先，跟住仲有仇口，跟住兩批人好似嘢回教同一教徒兩個係咁打，打到上宇宙，打咗唔知幾多百代之後，我覺得應該兩批人打咗幾百代已經唔記得咗點解多出去打啦，仲係大家表達世仇咧就係、是，我覺得應該係咁樣嘅就係、是，因為佢哋物種上佢哋冇任何競爭係咯。依、這個你講得啱，因為頭先我嗰個講法個前提就係話嗰個進化大家都仲係置於地球嘅，大家都仲係跟爭奪緊地球嘅資源嘅，但係。去到而家佢哋嗰個講法咧，佢哋已經大家係完全冇關係嘅兩個嘢嚟嘅啦，唔應該有嘢係關到事。即係章魚唔會食人噶嘛，佢唔會食你嘅，即係佢唔使擔憂你。人類又唔會等得食章魚肉嘅，即係兩個冇一個直接嘅資源衝突。人類根本都唔夠資源，佢哋都唔會揾，佢哋都揾緊係咯。即係反而我覺得係一個信念或者係世仇嘅文明嘅關係啦，世仇邊一種？佢入邊後面有講過嘅，就係、是、Chamber 或者係阿 Striker 啦。即係或者叫做中座啦，佢講嘅就係話，佢哋都已經放棄咗人類嘅嗰個身體啦。咁你可唔可以仲叫呢啲咁嘅，即係佢變咗單純嘅生物，追求自己慾望嘅，純粹追求生存繁衍嘅生物，你仲可唔可以叫呢種文明咧？即係佢哋唔配做人類㗎啦，即係佢哋就變咗係一種滅殺咗呢啲咁嘅，即係點講啊？非我族類，其唔係非我族類，某程度上而言，佢係一種譬如話。你家門不幸出咗個五翼仔，我要自己搞翻連佢，有種嗰種感覺，即係話，唉，我哋呢邊出咗啲咁嘅嘢嘢啦，我哋要討伐佢哋，呢啲咁嘅不肖子咁樣，即係某程度上有啲嗰種感覺出咗嚟，但係其實個問題就係頭先正如翻你哋兩位介紹嗰陣啦，或者講個問題就係、是、你進化兩條路，一條路就係透過即係佢入邊劇中有講啊，透過外部裝置。即是人類自身肉體以外的一些機械的東西去輔助去適應這個宇宙，即簡單講啦，加餐啦、啊、另外一邊調返轉，我改變人類自身去適應個宇宙來生存，即換句話來講，你是靠啲拐杖來行路啊，定係你換咗隻腳去呢，成隻腳換咗佢呢，咁、啊、當然啦，你可以話兩樣嘢其實現代社會你話跛咗點算咧？我直接裝個機械義肢 Iron Man 咁樣啦，
多用同意之啊，定係我直接，哎呦，我改變自己身體，用隻手去行落去俾你。都得，係啦，你咁樣諗啦，即係其實依類嘢現代社會都有嘅，即係同類型嘅依種，即係你話係靠一個肉體上嘅改變啦。咁當然肉體上嘅改變都係科研嚟嘅啫，而家係做到嘅呢啲嘢係。即係將啲嘢改嚟改去嗰啲嘢，不過人類實驗比較禁止啫，呢啲嘢嚇。咁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個問題就是，我覺得係一個程度問題。如果你覺得話有啲人有遺傳病，你可以用一啲基因嘅療法去將嗰人嘅基因改變咗，令到佢冇咗嗰回遺傳病。即係你一係就食藥，一係咧就改你啲基因。即係你一係透過外在手段，一係就靠你自己改你自己。咁如果嗰種嗱嗰種程度好似好合理咁樣，你處理一隻病嘛。但係其實調翻轉，佢都係噶，佢處理一種生存嘅需要啫嘛，都係。即係你有個病，你生存唔到。佢而家都係噶，地球就嚟玩篤完啦，我哋要走去宇宙啦。咁我哋走去宇宙就要適應到宇宙噶啦。咁於是佢哋又改自己啦。不過佢哋改得大規模啲咁解啫。咁但係如果你覺得話哦，佢醫病嘅改，喺某個程度上而言咧，你做呢樣嘢都係一種科技印證嚟噶，你亦都係你文明嘅一種展現嚟，佢文明嘅成果嚟噶嘛，即係你可以話金字塔唔係埃及文明嘅成果咩？你唔可以否認呢樣嘢，咁啊佢係活現存活生生嘅嘢嚟噶嘛。同樣道理，人類基因改造出嚟嘅現存好多唔同嘅類型嘅食物，你可唔可以話佢哋唔係人類文明嘅成果咧？唔可能噶。即係譬如話點解哦啲番茄而家又唔會爛啊，啲嘢又擺得好耐啊，啲香蕉又變曬樣啊，咁嗰啲嚇全部都係人類改出嚟嘅啫嘛，係啊，咁你話佢哋咁樣就係、是放棄咗文明啦，佢哋唔係人類啦，咁依個係有相確地方。當然你可以諗一樣嘢就係話，佢哋而家佢哋係文明嘅成果，但係佢哋仲有冇去繼續去發展呢個文明呢？依、這個就係問題啦，即係等於見到金字塔一樣。金字塔係古埃及文明嘅成果，但係古埃及人仲有冇發展文明呢？當然啦，班友死曬啦，我唔計啊，佢哋而家嘅文明就係軍事政變啦，或者其實唔係嘅。好重點問題就係呢個文明嘅定義點定義呢？即係用翻阿萊德佢哋人類嗰邊嘅定義，咁你而家覺得嗰班張儀式人冇文明㗎啦？但用翻張儀式人嘅文明嚟講，可能佢哋有發展到其他嘢㗎喎。佢哋嘅文明就係字體嗰個進化啊嘛。唔係佢進化咗之後，可能仲有其他文明做。佢就 culture 係佢個 evolution 啊嘛，係啊，佢嗰種文明就係佢字體進化嘅一個演變啊嘛。即係你由呢個大猩猩變做人呢種對佢哋嚟講就係一種文明啦。因為嗱調翻轉有一個英國嘅呢啲咁嘅社會學家嘅人啦，講過一樣嘢，文明咧或者文化呢啲嘢啦，佢會有你可以分做兩面嘅。狹義而言，佢會係一種語言歷史；廣義而言，佢會係一種大家共同擁有認知嘅一啲概念，即係好似話我哋香港人啦，呢個概念入面香港人有咩？佢哋呢個文化共同嘅語言啦，廣東話，生活方式，咁佢哋廣義而言嘅做嘢嘅方式啊、態度啊，嗰種呢個社會制度下訓練出嚟呢種人嘅一種表現啊，咁呢種已經係一種文化啦，或者文明出咗嚟嘅，系啊。咁個問題就係話，章魚嗰啲 Hideous， 佢哋唔會冇語言噶，蜜蜂都有語言噶，你聽唔明咁解啫嘛。咁佢哋咁樣成傳落嚟，一代一代，亦都必然會有佢自身佢哋成傳落嚟佢哋嘅風俗、佢哋嘅文化，亦都會有佢哋 Hideous 而家歷史。佢哋都有佢哋 Tedious 之前嘅歷史，即係阿萊德喺嗰個海底嗰個巢度揾到嗰啲嘢啊，亦都係佢哋嘅歷史。當然啦，我唔可以100%確保你嗰啲佢一定有個 copy 喺佢哋而家嗰個 Tedious， 佢哋一定有 keep 翻。咁但係呢樣嘢有存在嘅，而同樣道理亦都必然有個推演，係啊，因為佢個語言係每日都用緊噶嘛，必然係。即係你除非你話同我講，就算你同我講到嗰班咁嘅魷魚已經去到呢個精神感應噶啦，可以去到即係裸體聊天，尿體化曬噶啦。佢亦都有佢有字體嘅，佢有一套通訊嘅方式，有一個傳意嘅模式。咁所以，如果你用呢個基礎嚟，你可唔可以話究竟佢哋嗰種
文明或者是文化已經是沒有了，是不存在，所以他們不是人類呢、啊、是不成立的。因為他們現在銀河聯盟來得他們那邊的改法就是說，文明你必然要有你一種人類肉體以外你發展出來的一些實物成果或者一些科技的東西嘛，你一定要有一種這樣的技術進步。而他就否定了就是說你人類自身當中的一個演變都當作是文明的東西。我可以這樣歸入你剛才說的東西，就是 Hebe 就會將進化本身都當作自己的文化。你可以這樣說嗎？而人類就只是當將 文化當作自己的進化的物質，物質的進化，物質的進化當成自己的 物質的文化的發展當成自己的進化。Exactly 啊！而家嘅社會咧，消費文化同埋你見到中間有文化由 iPhone 3變做 iPhone 4，由 iPhone 4變做 iPhone 5，由 iPhone 5變做 Lightsaber。唔係，即係你講翻咪入邊有提過嘅，即係萊德就你要見到嘅。佢就冇乜直接出嚟講，但係有大概隱約會透出嚟嘅。萊德佢作為一個未來人，好似好勁啦，但佢嘅勁唔係佢自己，係佢部 Chamber。唔好意思，即係而家你見到 Chamber 嗰之後咧，佢同一個廢人冇分別嘅就係、是。即係佢唔所謂呢個 chamber 呢個所謂科技文明結晶，並不是屬於佢嘅。即係只要呢個能力冇咗之後，佢就得有一個廢人。佢俾個原始人不如。但問題就算你班追月星人去到未來100年又好，翻過100年又好，佢能力都仲喺度嘅。佢一個章魚，佢超越人類嘅力量，其實屬於佢自己力量嚟嘅真係。係啦，換咗一句話，引用我哋一個比較爭議性嘅嘉賓阿何故阿何生講嘅一句嘢，成日都話。文明嗰種消失嘅一個論述就係點解嘅，即係譬如舉例，突然間嘅世界冇咗電，咁呢個世界會點樣呢？咁冇咗電，如果而家又冇咩人用實體書嘅，即係呢啲咁嘅要用電呢種載體，所有嘅嘢都行唔通，就變成有個效果就係咩呢？你嗰種語言啊，所有知識啊。嗰、那個載體運作不能，或者調翻轉咧，冇人解讀到佢嘅話，咁你個文明、你個文化就會玩完嘅咯。咁當然啦，依、這個亦都係某程度而言，就係話有啲歷史學家喺度講話，究竟有啲古代文明點樣會冇咗咧？會唔會有一次大洪水咁樣點樣啊？咁樣搞到就係、是一啲閱讀嘅方法啊，或者字體解讀啊，嗰啲冇咗，係啊。好多時候都會咁講，好簡單，即係話我哋一就全部咩手指啊，我未講完，我未講完。咁所以，如果用翻同一個理論嚟講，當銀河同盟嗰班友仔突然間冇咗電嘅，佢得翻幾部廢鐵喺度，咁究竟佢對佢哋而言，佢哋嘅文明有冇發展過咧？或者佢哋有發展過，但佢哋究竟仲係唔係文明緊咧？即係如果我哋撇開曬所有嘅電腦啊，電子器材啊，日常用品嘅嘢，配翻你個人而言，除你個人本身嘅學養、知識、經驗、技能以外，個個人係一樣嘅，同幾千年前嗰個人其實個分別都唔係太大嘅，都係兩隻手兩對腳，有個頭斬甩咗會死。分別大緊，你關羽攞把刀重你幾多啊，大佬？一嘢劈死你都得啫，唔同嘅道量行單位改變過噶嘛。我知個先啦。調翻轉你去反過嚟睇 Hades 嗰邊，變咗係一種自我進化嘅嘢。咁當然啦，你就可以變咗咗啦，由只喺地下爬嘅嘢變成識飛嘅物種，即係變咗蟲蟲咁樣。咁只蟲蟲唔會突然間變翻唔識飛噶嘛。咁係呢個原理一樣，人靠個飛機飛到，但係冇一電冇燃料，人飛唔飛到咧？啊，飛唔到。咁調返轉又會係一個器具，即物質文明係咪就絕對等於你嘅文明呢？咁呢個會係一個分別，即係你不能發展物質文明，就否定你可能可以有文明嘅，因為佢會變咗係呢種咁嘅衝突。所謂嘅文明，佢就係將係合意化咗，我覺得少少係，即係萊德佢見到部機，有部機咁樣，萊德好勁。你見到佢所謂點解啊？即係嗰個技工要揾佢落去打鬧啲嘢呢，佢就係因為靠部機咗，就係有部機。其實如果部機佢撳到係，都係所以個未來係廢嘅係。同埋你見到啊，所以我哋而家即係對人用 USB 啊、CD 快腦啊、啲黑啲抄快腦嘅就係、是，假如將來即係我哋話齋，即係冇電啊，發生啲文明毀壞啊、風吹土崩啊，即係過多百年之後，啲黑啲會讀唔到嗰個係啲 USB， 你冇個載體，你沉翻落去嘛，咪覺得
呢類型啲人咧，好似冇咩文明咁啫，冇文字記錄落低喎，即係呢個世界冇文明嘅真係，會發生咁嘅事會係。係啊，咁所以就佢哋嗰種咁嘅衝突係比較奇怪。就係喺 chamber 某集啦，咁就同阿雷德喺度對話就誒、其實佢啲説話我到而家都發覺係好搞笑，就係、為咗要將即係為咗要彰顯而家呢種人類嘅生活方式，又或者彰顯而家呢種人類嘅生活啦。咁然後咧就所以我哋必定要同 Hideous 打嘅，因為雷登因為殺咗 Hideous， 然後又知道咗 Hideous 嘅歷史之後咧，佢係失去咗戰意嘅。但係嗰陣時 Chamber 咧係咁樣同你講，如果阿 Chamber 即係當 Chamber 講得啱咁先算啦。我簡單啲講，當時 Chamber 佢問阿 Chamber 佢哋都係人類啊，佢哋唔係一個文明，即係我覺得係你我哋科學家即係我覺得所謂嘅文明，佢係咁講嘅。但我其實覺得阿 Chamber 講嘅嘢係有少少扭咗少少嘅係。即係佢唔能夠片面否定曬即係章魚星人嘅文明就會係章魚星人。咁冇講錯嘅章魚一大集。咁啊，跟住又會變咗去，好似你當揭露呢段嘢之後啦，人類同埋章魚啊，之後又進入到另一個高潮啦，宗教組織，嗰個叫邪教組織啊。係啦，咁大家都玩呢個大惡師都有講，新興宗教組織馬古教咁樣係嘛？係啦，咁啊，咁呢度都有呢個新興宗教組織呢個信雷神啦，真係。原來咧就係話啊，雷神係邊個嚟？雷神就係佢之前嗰個救佢唔見咗嗰個上司啊，嗰個宗座啦，係啦。咁啊，佢哋就佔領咗唔同嘅船團啦，啊，就統一咗佢哋咁啊，你可以當係。咁但係佢用嗰種方式咧，就同現存所有嘅人嗰個方式都唔同啊，即係佢唔同 Galgantia 嗰啲咁比較似一個合眾國咁嘅形式啊，或者係點啊？佢係一種軍事高壓統領咁樣，你覺得？比中央系統比較重嘅管理方式嚟嘅。咁然後當然咧，佢入邊劇中亦都有透露咧，就係話佢係透過有一種類宗教崇拜啦、雷神咁樣可以講嘅個人咧，用恐懼、未知嘅恐懼同埋絕對嘅威力咁樣去壓倒而去令到啲人去信服嘅。咁呢種概念對於Galgantia而言啊，或者對於Ledo而言咧，完全唔可以接受啦。因為對於佢嚟講話，呢個係一個即係佢哋嗰邊咧Galgantia佢過往經歷嘅就話，呢個係一個好和平嘅快文片會有嘅嘢嚟嘅，好和平嘅一日啊嘛。咁樣點解會咁樣啊？係咯，每日都快樂天，又烤肉幾開心。係咯，每日都快樂天、快樂天咁樣咧嚇。咁突然間點解會變咗咁樣嘅咧？咁樣嚇，咁所以就佢會有個衝突嚇，亦都會有個落差。咁當然啦，會有個打啦。咁但係調翻轉個問題就係話，究竟你攞啲咁嘅宗教或者用一種，或者調翻轉啦，宗教呢樣嘢係咩嚟咧？我會諗咧，其實宗教會唔會係第二種快樂天？嗰班人咧，其實喺那個位咧，咁不停喺度拜神啦。咁然後咧因為其實佢哋係並唔知道咧掟啲人落去咧，有啲人係會死嘅。又或者其你點知佢唔知啊？咁你可以假設你知嘅，因為佢送佢落海嗰下係話啊，我哋要我哋要將佢祭天神啊。咁然後即係總之呢集又係光榮死亡。但係光榮死亡，咁你又話佢唔知啲人會死？唔係，咁你光榮死亡，你可以係死咗之後上天堂，未必係死嘅一種概念。我比喻啦，而家嗰啲節日式炸彈嗰啲聖戰嗰啲係嘛？類似啦。咩死咗之後上天國，有無限嘅裸女俾你乜咁嗰啲啊嘛？啊，可蘭經好似咁講噶嘛啲嘢。好啦。嚇唔知啊，佢哋信嗰套係咁噶嘛？好奇怪噶。當然啦，呢個係我狹義嘅理解啦，可能有錯。我會覺得。佢呢集即係呢種公有統治更加差嘅一點係佢強迫人哋接受嗰種快樂。咪調翻轉啦，你講嘅高壓即係我頭先想講嘅宗教嘛。嗯。有人講過就係話宗教係人民嘅鴉片啦。調翻轉亦都有講過就係話人會將一啲佢自己解釋唔到嘅嘢就歸咎喺神，咁而產生宗教呢樣嘢出嚟。咁、那個問題又係你可呢種其實一個幾有趣嘅逆轉關係嚟嘅，就係我哋解釋唔到點解會天狗食日，就天狗食日啦，因為有天狗食咗個日啦，即係日食啦。解釋唔到點解會洪水會泛濫，咁啊即係天神發嬲啦，
即係將一啲解釋唔到嘅嘢歸咎於神佛，調翻即係調翻轉，佢亦都係用翻一種對於依個年代超科技兵器依種不能解釋嘅威力，調翻轉啫嘛，咪即係古代嘅啲天災嘅威力啫嘛，即係龍捲風咁嗰類，自我塑造成為神佛，其實一種逆思維嚟。同埋你見到佢有個底有講到嘅，即係例如話前面話要打章魚，啲人就話唔好打啊，佢哋係神明嚟噶，類似咩物體啦，即係點乜？第一陣其實章魚應該係嗰班去唔到宇宙留喺地球嘅後裔啦，就冇進化能力啦，即係冇講佢哋咁進化咁激烈啦，就係留喺地球度咁俾先嗰班殘留地球嘅人類就當咗神明嘅，即係佢本身又有呢、這個傳統迷信嘅底嚟嘅，就唔係話突然嘅事咯，就即係有鋪過叫做。咁問題係點解佢又會當嗰啲章魚係神明呢？你會見到㗎，佢哋有講過又話佢殺咗隻庫茲拉卡啦，佢最初講嘅啲大魷魚啦嗰啲死人，佢就話哇佢哋會報仇㗎，因為佢唔同普通海洋生物啊嘛，大家揭穿咗竅之後就知佢根本係人嚟㗎嘛，有個人即係有個同伴殺咗佢就會集體報復㗎，人係會，咁所以大家就會知道話殺咗依啲嘅嘢依啲咁嘅章魚之後，佢哋會嚟報復嘅，而亦都知道就佢哋有佢哋一定嘅威力，因為大家都見到啦嘛。除了 Chamber 之外，所有落海的都不是去打的嘛，很惡的嘛。那某程度上而言呢，又調回轉去回再古代一點，其實有少少像圖騰文化的。圖騰文化又是用回這些信奉的東西，動物、啊、這些力量的象徵的動物的嘛。是啊，即是譬如一些鷹啊、蛇演變出龍啊，是啊，這類型的東西其實又是一些相似的概念來的。即動物的力量，人類搏鬥不贏，神性、信奉、尊敬，怎麼出現了？同埋佢哋本身咧，即係未來水世界，佢哋幾乎一萬%都係水嚟噶啦，就係一個水入面最強嘅霸主，烏茶魷魚嘅話，咁崇拜佢哋都係合理嘅。哇！咁所以會有人咁嘅出現啦。咁但係。你哋兩位點睇？頭先我想講宗教嗰樣嘢先，即係點解佢用宗教或者用高壓呢種統治啊？嚇，唔係高壓，嗱高壓就直接話我要你做就做啦。宗教係麻痹完成嘅，就即係我冇話要做，但係要呢個天要你咁做，咁你做唔做啊？嗱，你學嗱，我又唔同意你講呢樣嘢喎。佢有冇唔係高壓咧？你會見到㗎，嗰個分離出去嗰個船船長，佢哋俾佢哋中座嗰邊打啦。佢哋個個話：我哋要幫你個頭油嗰個紅色 marker 咁樣，油 marker 話：啊，我唔同你咁樣玩嘅，跟住攞槍懟你喎。咁你可唔可以話佢係純宗教先？我會覺得佢更加似係嗰陣時二次大戰崇拜阿希特拉咁嗰種，因為希特拉嗰陣時係元首嚟噶嘛，個個人都崇拜佢，哇佢一定可以拯救到德國離開呢個咁鬼窮嘅一戰後困境，係一戰後困境啦。即係個情就好似教會內佢係宗教，教會外佢係暴政嘅一種狀態。依、這個講得好，依、這個講得好。如果唔係佢就維持唔到社會嗰種思考嘅單元，因為你一定要諗同完全同樣嘅嘢，咁呢班人嘅行動力先會高噶嘛。好似軍人政教合一。係啊，即係好似軍人咁，軍人嘅思維係我俾 order 你就要做，宗教差唔多，我但只不過我係都係一種麻木單一向，係啦，唔需要解釋嘅嘢，係啦，係啊，會有個相似性喺度兩個，所以其實調翻轉呢個亦都講到一個非常之好嘅概念，就係話軍隊嘅制度亦都係聽 order 嘅，宗教你可唔可以話完全否定佢？佢唔係啊，即係神預大曬噶嘛，係啊，咁所以。其實佢有用翻一種相似嘅邏輯嚟講，咁當然啦，依、這個就好難去依個階段作評論，因為佢 Bowie 嘅兩卷入面會有另外兩集，就係講阿 Ledo 佢昏迷或者叫瞓緊覺啦，嗰半年嚟個中座落咗地球佢經歷嘅嘢，係啦，咁當中亦都會有茅原實你嘅演出啦，長長故事之外，咁所以就依個好難去講點解佢會衍生到依一套嘢出嚟。因為始終佢動畫節奏唔夠，佢即係好多人都會詬病就係、是、動畫臨尾嗰兩三集跳跳太快，突然間中座走出嚟，中座死人都接觸到㗎啦，真係問題中座目機都發癲，搞埋啲宗教意識出嚟，
咁即係可能跟返後面會有講到啦，就會係。但部機佢話佢跟返中作頂出嚟。嗱，有個問題，即係大家見到阿萊德落到地球，其實部 check 埋第一件事係咩啊？發 SOS 求救人，不過發出嚟冇人嚟嘅就係、是。咁如果理論上中作喺地球應該收到嘅就係、是，同埋另一方面，中作當佢早半年去到地球，佢都又會發 SOS 去揾人先啊。佢唔會知自己後嚟會整宗教模式噶嘛，佢揾人先啦，會揾佛永先咯。但係而家中作發 SOS， 阿 Chamber 會收唔到咧，就係呢個就問題啦，就係、是。依、這個真係要睇佢點。即係呢個我話，即係我暫時諗睇會有筆啦，但唔知可能 OVA 會唔係即係 OVA 面上嗰兩集會講翻呢個前景啦，就我唔知啦，就係、是。依、這個比較尷尬，係而家解唔到嘅嘢嚟。係係啦。啊，講咁多未見，乜鬼講多資訊壓力，俾我講機械都得啊，大佬真係。講機械，講機械。我忍咗好耐，特登唔講嘅就係、是。嗱，作為一個機人翻，唔講機械係唔得嘅。咁大家好明顯呢套套動畫雖然獲得十幾大讚，其實都短短地，我唔計中間內地我第一次咩地人殺人戰爭啦，就係、是、佢大概打三場、四場大戰就佢就會係咁。第一場就虛煙就話啦，我殺咗十幾萬個人啦，唔會再殺啦，就嗰場啦宇宙戰。嗰場我哋新翻講過啦，就唔再提啦。就咁，其實第二場面格要大咗，第三集打呢、這個海賊團嘅就係、是、大龍蝦海賊。係咁，其實海霸頭先我就講咗啦，係宣示咗呢個人類科技文明，即係現存嘅文明同埋阿 Chamber 佢呢個持有嘅文明有爭幾遠。咁其實好明顯見到嘅，所謂呢個地都海上最強嘅女海盜咧，喺 Chamber 面前一個玩具嘅俾人掉嚟玩嘅就係、是，因為佢仲有 Chamber 其實嗰啲場係封咗佢嘅最終必殺嘅，佢冇殺嘅就係、是，即係我要撳住嘅 level， 我唔俾你殺人，我限你 course， 咁就同佢打都可以屈佢嘅就係、是。殺魔王。係都可以當佢玩具咁玩嘅，爭好遠。但係你見翻最尾嗰集咧，其實呢個海賊真係不負最強之名嘅，真係一個人可以降翻成個船前啲人嘅就係、是，即係點就睇話，即係 Chamber 話，我比你勁幾多倍咧，勁大概幾百倍，其實好合理嘅事真係。即係你見到佢比較差，當然啦，佢點解要咁做咧？因為佢要出機人翻起太極太屈機就爭好遠。因為新花講嘅話，即係點隔機戰咧？你咁屈機，一招過去話知你防甲幾厚，我直接就你駕駛艙蒸發你個人嘅，都唔使玩嘅對面啲人。咁你呢個文明屈機就太恐怖啦！就咁佢首先要將清華呢個性能要下降咗先，即係你唔可以殺人，唔可以出呢招最強屈機咧，金手指乜都唔準用之下，用拳嘅功夫同人打，即係清華唔係呢招噶嘛，大佬清華射噶嘛，射擊機兩招格鬥機，咁屈曬你機啦，降到你 level 同現時地球叫貼切之下都仲可以屈超人哋幾番嘅就係、是，咁你先至有叫得打，同埋臨尾嘅一般翻阿佢上阿上啲出嚟咧同型嘅先至有一個比較好嘅，即係同等上面嘅戰鬥。你繼續同全部地球就十萬幾個女黑衝去打啖型嘅話咧，其實冇咗睇嘅就係、是。咁當然啦，其實戰鬥方面，臨尾嗰集會比較空戰。其實空戰嗰幾 part 咧，佢算好嘅。其實即係首先，如果佢作為一個空戰嘅，都我講嘅啦，係一個類似 Double O 嘅浮遊式嘅跑道嘅飄嘅就係、是。如果長期影住兩部細機喺度飛咧，其實畫面會幾炸下，佢會適時調一下。即係例如話會有兩個人嘅對話啦，會影翻駕駛艙，佢用駕駛艙入面人嘅視點，因為佢個駕駛艙類似西塔入面嘅全天候月平話就係、是、前後都有畫面睇，咁你會比較到佢運動嘅幅度嘅劇烈度啊，同埋戰鬥嘅緊張感咧，夾得幾足嘅就係、是，即係勉強咗純粹兩部機械喺度互相隻抽開炮嘅尷尬感咯，就會係。最搞笑嘅係喺搞到間場，我係估唔到佢有一支輕彈喺度。即係嗰啲天字梯咧，到最後嗰集咧，其實呢套嘢咧，比較我會覺得設定上比較奇怪嘅就係嗰啲天字梯，你係唔知佢幾時喺度啦，同埋即係好突然間爆出嚟嘅超展開嘅。如果冇我成日喺度，我會諗就係話，究竟即係佢一路都講話古代文明其實已經消失咗，但係其實消失咗有幾多，同埋究竟呢啲古代文明究竟係真係消失咗，定係俾人禁住咗咯 ？Twitter 度佢有保存一啲嘢嘅，咁譬如話，大家會記得咧，佢哋有集話咩要有條好高嘅好似水箱嘅嘢咧噴水，記唔記得啊？有座塔咁噶嘛，其實嗰座嘢以前係發射台嚟。佢有保個設定度係有講嗰啲嘢，其實嗰座係嗰啲火箭發射台嗰啲嚟嘅，即係有座好高噴水嘅咧，成個船船都收咗水嗰座嘢，係啊，咁所以其實嗰啲嘢係廢置咗，但係嗰啲其實有啲係喺人嘅保管底下，咁但係個廢置嘅程度究竟係可用定唔可用咧，係未知嘅。即係大家要明白，一碌炮啲炮彈
擺喺度唔理佢咧，白臭咧用唔到嘅就係。咁有冇專人去打理咧？保管啲炮管啊，即係定期抹下炮管啊，炮身保養佢咧？套嘢係冇講過嘅，即係會過期噶嘛？即係當然啦，個陰謀論之前有講噶嘛。點解要打第二次伊拉克咧？就因為過得子彈啊，過期啦要。George Bush 佢哋嗰個家族係做軍火噶嘛，啲軍火就係到期啦，咁所以要用咗佢啦，咁樣所以就打啦，打又可以買多啲，又有錢會舐舐舐啦咁樣。啊，咁會有呢啲嘅問題，點解你啲機人講曬未咧？咁樣算要講曬啦，佢唔係好多啫嘛，你都得幾部機，大家簡單分析咗就算啦，係咪先？整體而言咧，大家覺得呢套嘢點咧？趕咯，非常之趕，其實。你越向，我諗係越向後，越喺後面就越趕啦。兩個，因為其實個故事有兩，有成兩個高潮位，即係佢打死 Hideous 嘅第一個高潮位啦，同埋同佢上司打第二個高潮位，但係嗰度夾埋其實得三集多啲，就已經出曬呢個所有。佢應該做兩季嘅，我覺得呢套嘢，即係你前面和平翻嘅化天故事繼續做落先，但問題你打章魚之後，佢心理轉變，你俾翻大概幾集去交代，同埋你打中座，點都你要補翻當一季嘅劇情去做，同埋你可以可能就算你打中座唔一季，可能到半季嘅，咁臨尾一半季咪講翻地球人類聯盟嗰啲嘢咯，可以講翻係咯，佢又冇完全冇交代。但係我又覺得唔係太突兀，咪有，因為你始終作為依一個咁嘅切特納。佢個打係打邊個先？佢打中座啫嘛，一打一嘅，佢唔係一個軍團戰嚟。佢一打半季足球小將啊！你而家唔可能噶嘛？你一打一打一集夠數啦嚇。嗱、啊，你第九樣嘢講嘅係合理嘅，就係話佢哋知道 Hideous 係人之後嗰種心理轉變，好大部分係停留喺獨白同埋係同 Chamber 之間嘅對話。咁同其他人嘅交流係欠缺嘅，呢個係你可以話佢可以做得好啲嘅地方，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同其他人講佢明唔明先，佢唔明啊嘛。咁其實個必要性其實係唔係太重嘅喎。當然你可以話佢同嗰個醫生講下，同阿 Amy 講下，同阿 Amy 個細佬講下，同阿 Legito 講下，即係女團長講下咁樣，但係。可以帶到啲咩意義出嚟咧？唔明顯嘅，老實講。反而你話佢最尾嗰集Amy 佢出嚟做定位嘅，定位風箏仔咁樣，嗰陣喺度嗌嗰幾句咧，其實個效果足夠咯，我覺得。唔係你咧嗱，我哋用個空想幫佢理解，佢咁嗌係冇用嘅，因為佢冇個發火機嘅。我知道我知道，但係阿羅德聽唔到完全，因為。你從嗰種佢要講嘅嘢度啦，佢要講嘅嘢度係做到㗎啦嘛，係冇需要再去。會，我哋觀眾聽到，但來得聽到冇意思啊，大佬。係，嗰個唔係你套到死啦，套完就死啦。嗰度冇你嘅，嗰度都冇你嘅。啊，咁但係我覺得佢唔需要話再，其實佢夠期㗎啦，夠期係啊，即係佢係濃縮，但係佢係精煉嘅。你話佢可唔可以做多一季咧？我覺得唔應該。我覺得佢要做到幾集，又或者 cut 前面嘅可以 cut 日常翻學都冇問題。佢始終要描述呢個船團嘅環境啦，而家地球嘅情況啦，同埋奈德佢點樣接受呢個事實，佢點樣改變佢生活方式啦，係夠嘅，啱嘅，好合理。佢日常翻得嚟，佢唔係冇意義噶嘛。等於我哋最頭半節，我哋就喺度講佢日常翻帶出嚟嘅唔同入邊嘅嘢啊嘛。話單一個架空世界，最緊要你要寫明呢個世界發生咗啲咩事。你寫得唔清楚嘅話，交代唔足，其實觀眾睇得一頭霧水，咁就冇咗代入感啦，都會。哎呀，你知啊，連埋 A G 其實做咩我都唔知啊，算啦。咁啊，仲有冇補充？冇啦，我哋期待佢鋪俾嗰兩集會唔會有啲咩好嘢俾我哋睇？要等等啊，呢個。不過佢個都算係幾叫好嘅呢套作品啊，我比較期待佢會出嗰個 Chamber 嗰個吹氣公仔嘅。大家如果冇見過，自己上網 search 啦，係幾可愛嘅，幾得意嘅。咁啊，今集去到呢度先，好，下集再見，拜拜。拜。